诸葛亮为联吴抗曹，只身过江到柴桑，他舌战群儒，智击孙权，以增强吴侯抗曹的决心。但面对曹操百万大军压境，是战是和，孙权难下决断。在犹豫不决之际，调回水军都督周瑜，共议决策。拜见吴侯。公瑾免礼。前日曹孟德遣使送信在此。主公可曾与众文武商议？连日议论此事，有劝降者，有主战者，请公瑾为我一决。谁劝主公投降？文官皆主降。好，愿闻先生高见。都督，曹孟德携天子以令诸侯，动辄以朝廷为名，进得荆州为势愈大，目下又建造蒙冲战舰千余艘，水陆并进，难以抵挡，不如暂且降之，以作后图。主战者为谁？我等众将力主一战，以报吴侯。主降之意乃迂腐之类也。我东吴自开国以来已立三世，岂能一旦废弃？这不，公瑾有何良策退敌？主公，曹操虽脱名汉相，实属汉贼，主公以神武雄才，又以父兄所创基业，虎踞江东，兵精粮足，正当横行天下，除残灭暴之时，岂能不战自降？且曹操此来多犯兵家大忌，北有马腾、韩遂为其后患，战事一起，马韩必将袭其后，此曹贼一计也。曹军不惜水战，舍鞍马而乘舟楫，其战斗力必将大大削弱，此曹贼二计也。现今即将入冬，天气渐渐寒冷，曹军兵缺寒衣，马缺草料，此曹贼三计也。曹贼取中原士卒，远涉江湖，必然水土不服而多生疾病，此曹贼四计也。曹操犯此四计，虽兵多而必败，主公破曹正在今日。臣愿率精兵数千进屯夏口，为主公破曹。老贼与废汉自立久矣，所据者二袁、刘表、吕布与孤儿，今树雄已灭，唯孤尚存，哼，轻言伐曹，甚何孤意？此乃天以轻受我也。臣愿为主公决一血战，万死不辞，只怕主公犹豫不定。
我与老贼势不两立，再有言降者与此案同。孤封周瑜为大都督，统帅水陆三军，程普为副都督，鲁肃为赞军校尉。从即日起，有文官武将不听号令者，即此剑诛之。谢主公。我奉主公之命，率众破曹，请诸位名臣于江畔大营听令，如有迟误，军法从事。大都督，请。孔明先生，请。请。卧龙先生，近日府下议事，主公知意已决，主公赐我宝剑，可先斩后奏，愿求先生破曹之两策。大都督，恕我直言，依我看，孙将军尚存犹疑，决心未下。哦，孙将军担心曹兵势大，忧虑寡不敌众。都督若能以双方兵力优劣对比善言开解，使孙将军了然无疑，然后大事可成。公瑾子敬，为何深夜来此？主公，明日即将发兵，不知主公心中是否还有疑虑？战役已决，只是担心曹兵势大，深恐寡不敌众。主公休虑，曹军实数我已探明。哦，中原号称百万，其实不过十五六万，且以疲劳不堪，所得袁绍兵六七万，刘表兵二三万，充其量不过二十五万。且降军将士多怀二心，曹军主力又久战疲惫，彼军虽众，不足惧也。主公只需调五万兵，由于统帅，定可大败曹操。公瑾此言，使我疑云顿视，孤再无忧虑了。哎，子不等吴谋，甚是孤啊。唯有卿与子敬、程普等与孤同心，卿等即日选军进伐三江口，孤当续发人马，多载粮资，为卿后应。卿等前军若不如意，孤当亲率大军以曹贼决战。是。
大都督。哦，子敬。嗯，主公愁云方散，为何大都督又紧锁眉头呢？那诸葛亮竟然早已料到主公心思，此人攻于心计，谋略高出我等一筹。嗯，日后必成东吴之患，不如早早动手处置。啊，不可不可，曹贼未破，先杀贤士是自伤其弊也，且恐失信于天下。此人辅佐刘备，酒后必成东吴劲敌。哎，诸葛瑾乃其胞兄，可劝其留在江东，同是吴侯，岂不妙哉？诸葛亮若能归顺东吴，实乃主公之幸，我等与之齐心合力，何愁大业不成？只是大都督周瑜率兵抗曹，今将军律号令于全军将士，王法无亲，军令无情，有违武者按七禁令54斩施行。七禁令者，清军、慢军、盗军、欺军、背军、乱军、误军。54斩者，为将贪生者斩，临阵脱逃者斩，令出不遵者斩，宣调不至者斩，贻误粮饷者斩，其举不齐者斩，其案不服者斩，闻鼓不进者斩，闻金不退者斩。方今曹贼欺君篡政，求天子与许昌屯暴兵于江北，我今奉命讨伐，望诸君努力向前，大军到处不得扰民，赏功罚罪绝不徇情。副都督城府何在？大都督，我父程普夜感风寒，卧床不起，特命小将代为报效。哈，程老将军年迈有病，还能差遣亲子替代，可谓遵守军纪之典范。回去告知令尊，待我料理完毕，当即前往探望。是。黄盖韩当听令。在。命你二人为前部先锋，率战船即日启程，赶至三江口下寨。遵命。蒋钦周泰在。命你二人
为第二队。是是。林统潘璋在。为第三队。是。太史慈在。吕蒙在。陆逊在。董袭在。吕范朱志在。为四方巡警使。是。六郡官军水陆并进，歇日到齐，其余诸将随时听候调遣。是。征讨曹贼，保我江都。征讨曹贼，保我江都。父亲，子儿，周郎点将如何？大都督法纪威严，调遣有方，众将无不心悦诚服。哦，我素以为周郎乃文弱书生，不足委一大任，今能如此，真将才也。看来倒是我轻慢他了。大都督还要亲来探病。哦，这随我来。大都督，程普前来谢罪。程普前来谢罪。老将军，程老将军何必如此？快请进帐。程普乃江东老臣，今日之事实在是愧对主公与大都督重托呀。哪里哪里，老将军胸怀实在令晚辈敬佩，与年轻少谋，还望老将军时时指教啊。如此则愧杀程普也。诸葛大夫到。大都督军务繁忙，程普暂且告退，名臣点卯即到，听候大都督差遣。老将军请。大都督，诸葛大夫。老将军告辞了。诸葛大夫请。与公瑾相交如饮美酒，不觉令人陶醉呀。嗯，大都督召唤下官，不知有何吩咐？诸葛大夫请。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，为何屈身侍奉刘备？今幸至江东，我有心请先生劝说令弟弃刘备而弑东吴，则主公得以良辰，先生兄弟又能朝夕相见，岂不美哉？我受吴侯厚恩，日夜思报，今大都督有命，敢不效力。二弟，兄长，小弟因两国公事至此，不便探望。兄长反屈尊前来，实在折煞小弟。二弟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兄长，请。啊，我自离家至此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二弟呀。啊，请。啊，请。兄长请。二弟可知伯夷舒骑乎？好，此
此二人乃古之圣贤也。伯夷叔齐一生不曾分离，后来虽饿死在首阳山，兄弟二人仍在一处，可我们一母同胞，却各事其主，不能朝夕相聚，想起古人岂不有愧呀？兄所言者情也，弟所守者义也。伯夷叔齐身为商臣，不食周粟，你我兄弟皆为汉臣，刘皇叔乃汉室苗裔，兄若能离东吴而与弟同是刘皇叔，则上不愧为汉臣，下得骨肉相聚，岂非情义两全之策啊？你周阁大夫，孔明之意如何？唉，我去睡他，反被他堵了我的嘴。唉，我受君侯厚恩，怎肯相背？啊，大夫，既忠心事主，不必多言，我自有降服孔明之计。传令下去，各队按方位安营扎寨，速请先锋官到中军议事。是。驾。郭龙先生。大都督，昔日袁曹之战，曹兵少而反胜之，皆因采用许攸之谋，先断乌巢之粮。如今曹兵83万，我兵56万，安能拒之？我想仿效许攸之谋，先断其粮，断其军心，方可胜之。我已探明曹军粮草聚屯于巨铁山，先生久居汉上，熟悉地理，干凡先生率关张子龙等将，我亦驻兵马1000人归先生调遣，星夜前往巨铁山，断曹贼之粮道。此乃孙刘两家共同之力，先生幸勿推却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望大都督速拨1000兵马，明日即可启程。差遣诸葛亮劫粮，不知何意呀？我欲杀孔明，恐惹人耻笑，故借曹操之手杀之，啊，以除后患。先生，好兴致啊！子敬，前来为亮送行乎？先生此去能成功否？我水战、陆战、车战、马战，皆各尽其妙，何愁功绩不成？非比公与周郎辈，只欲能尔。我与公瑾如何只有异呢？我久闻江南小儿有歌谣说：“福禄把关饶子敬，临江水战有周郎。”
公与陆地率兵只能把守关隘，打个埋伏而已。至于周公瑾，则只善水战，不能陆战耳。诸葛亮怎敢欺我不善陆战？不用他去，我自引一万兵马前往巨铁山，断曹贼这粮道，看我胜也不胜。先生，哦，子敬先生，公瑾令我断粮，实是想借曹贼之刀杀我。哎，我只以片言相弃，公瑾便容纳不下。哎，先生，哎，近乃用人之际，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协力同心，则大功可成。如若这般相互谋害，大事休矣。哎，先生，此言差矣。曹操足智多谋，平生惯断他人粮道，而今如何不以重兵把守？公瑾若去，必为所擒。如今还是先以水战取胜，错动北军锐气，别寻妙计破之。望子敬好言相劝公瑾。是先生。此人见识胜我十倍，酒后必为东吴之大祸患。大都督，现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望以国家为重，待破曹之后，图之不晚呐。就依子敬吧。大都督，刘备派糜竺过江犒军来了。哦，请，有请糜先生。参见大都督，我奉刘使君之命献牛羊好酒，请大都督笑纳。请，请。玄德公近日可好？我主得知大都督率兵驻扎三江口，欢喜万分。只是孔明先生离江夏已久，我主十分思念，还望将军允与下官同回。孔明方与我同谋破曹大计，岂可半途而废？玄德公劳军之情与感激万分，本应亲自过江回谢，怎奈军务在身，不可暂离。若玄德公肯屈尊过江一叙，与当面聆听教诲。容在下回去将都督之意告知我主。糜竺告辞了。请留步。啊，糜先生请。大都督遇见刘玄德有何计议？哼，刘备乃世之枭雄，不可不除。我今乘机诱其过江杀之，是想为东吴除一后患。大都督，决战即将开始，刘备屯驻江夏，正可牵制曹操。如今大都督出此下策，岂不亲痛仇快吗？如刘备过江，先以盛宴款待，席间歌舞助兴。哎，好，
子敬，去吧。哎，是。多谋之事，又无军师书信，恐其中有诈，此行是否妥当？我尽想联吴抗曹，周郎欲见我，我说不往，非同盟之意。两相猜忌，要误大事。有二弟随我前往，料也无妨。如此，我们同去岂不痛快？哎。三弟与子龙协力守城，我去去便回。子龙素日处事稳妥，多劝说易德，切莫贪杯误事。是。刘备率多少兵士过江？只有二十余人。哦。传令，酒宴当中，看我摔杯为号，不得有误。真将才也。嗯，大哥，周都督出寨迎接来了。玄德公屈尊过江，与万分荣幸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哎，大都督军容严整，名不虚传，被不才何凡将军重礼接待。啊，玄德公乃当世之英雄，理当如此。来人，酒宴摆上。是。请。请。先生，子敬，何事惊慌？无事。不会吧？这此月无声中，为何透出一股杀气？这。八与五，子敬，大帐之内宴请何人？这，是刘使君来了。哎呀，我主危矣！子敬啊，为何不早告我？孔明先生，孔明先生。
玄德公。好，好，请，请。和停杯不饮呢？啊，同饮。好，请。玄德公，身后站立者何人？我弟关云长也。莫非就是斩颜良诛文丑之关云长？然也。失敬，失敬。大都督，我与孔明多日不见，能否请来一叙？哈，孔明先生目今不在此处，待等破了曹操，再与孔明相会不迟。这，那刘备暂且告别，待破敌庆功，再专程前来致贺。啊，军务繁忙，不便挽留，恕我怠慢了，告辞。知今日之险啊，何险之有啊？若不是云长在，主公已为周郎所害矣。如此危险，郡士速速同回江夏吧。两虽居虎口，却安如泰山。主公回后，立即调动船只军马，以备破曹之用。请以11月20日甲子为期，命子龙驾以小舟来南岸边等候，切勿有误啊。郡士此为何意？主公快快启程，不安恐有变。这军师保重，亮之言语，主公切勿忘怀。